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吗？那我们大家这么冷静呢？刚刚有点太尴尬了，我唱歌有点太尴尬了。哎，阿西你好，阿西，阿西有吃饭了吗？还没吃哦。OK， 好了，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啊，这个我特别找了一首我自己的歌啊，可以鼓励我们在城市的一些青年哈、啊，可能从部落啊来到我们城市里面，可能在工作上啊事业上可能会碰到一些难事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路还很长啊，所以说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机会跟我们的努力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曲啊，希望大家在座我们的城市的新朋友，好不好？希望能够加油啊！用这首歌来鼓励你们大家，叫继续奔跑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直到有梦。
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